야 샌디 안녕하세요 샌디예요 又是两位老来宾、老官来了什么老官观众已经看到不厌其烦了不还是很多人敲碗撞声词猜歌的第四集吗第四集已经第四集了真的这个节目要变个带状节目什么节目直接到七八九十集，康熙来了，规则都一样，好不好？就是看撞声词，英文的地方应该也会挖空。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Go、OK。一整天独自一人，就这个歌词很耳熟哎。对啊，我还以为是 Sista 的 Alone。不是不是不是，没有，在哭什么？等一下，什么？是什么？什么啦？不用娇嗔。Girl say， 不是，他很痛苦哎。对啊，女团收割机怎么？我跟你讲，当兵真的会变笨啦。我也要出来当兵。Tiara， 真是 Tiara。对白对。Love me, love me。是哦。Find the part, find the rap。啊，我都跳过。那个中间那个 bridge 那边好累，真的很立体耶，怎么办？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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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to say I want you， Not to say， 拿帅，对，就拿帅吧，拿帅啊，一起拿帅啊，哦，对啊。You and me in the moonlight。Moonlight， 这是哪一首歌？好熟哦 ！K-pop 歌里面很多有什么在月光下怎样？对，大家都喜欢在下面。谁在哪？谁在下面？又开始，也是有些人喜欢在上面。感觉像 Twice 的歌啊 ，Dance the Night Away 之类的。哦。好多哦，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好难哦，好难啊！对，等一下，我觉得第四集充满挑战，他很 hold 不住一个所以然呢。男团吗？女团？女团？我不知道，我随便乱猜，是少女时代哦 ，G G 吗？少女时代，少女时代屁嘞！哎，你少女时代，怎么可能 ？I got a boy， 不是，等一下，少女时代完蛋，我真的是是 Catch Me If You Can 吗？哎，不是，还是 You Sing Lion Heart， 都有 Lion Heart 啦。人生就像叉叉，叉叉是什么？哦，这是 BTS 的 Dynamite。哦，原本就是炸弹。中毒的香气。等一下，欲罢不能，香气耶！哎，我们对这种类型的歌比较有感觉。对。也是女团，女团，女团收割机怎么了？女团收割机真的搭档机耶，完蛋，见那个除草机卡住。对啊，这歌词非常狂野，感觉不是清新女团会唱的歌。对啊，这个动作是什么？妈妈木，妈妈木不是有这个吗？有妈妈木有这个女团，这样摸身体会比较好猜，是不是？来 ，Blackpink， 公布吧，完全没有情况。他刚刚像仙人掌这样，对，我们对舞蹈是非常注重的，不要再找借口。好了，就是猜不出来了。不会哦，你这样好心给我们提示还被骂，这装神太难了吧？练舞蹈猜歌，又在月光下寻找你哦哎哦，哪里是镜头？不是镜头，应该是说镜头，他打错字吧？怎么可能是镜头？对啊，镜头是这个镜头吗？我想说也太奇怪了吧？对啊，这种爱狗的歌，对，突然就是。对，找不到镜头，我们也找不到镜头，哪里是镜头？看不到这样，这是什么？等一下，怎么突然有感觉？对不对？学中文吗？对啊，难怪学中文。那不是。
是写双簧。快点告诉我，你说你不回头。这样子，这样子太难了吧？比较早期的团还是现在？早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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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我不行、欸。早期的，要想一下、欸。哎、欸，阿信，早期的男团是你的发展。对啊，早期的男团是对啊，是 Big Bang。Loser Victory。我讲过没？哈鲁哈鲁。Tonight。蹦蹦蹦蹦隆蹦蹦蹦蹦蹦蹦隆蹦，枕头奔向我。世上的叉叉们都对为我着迷。世上的什么们？叉叉来填空。奔向我哎，快点奔向我。奔向我这个词用得很重哎。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像 Seventeen 的歌？前面有两段那么长的撞声词，应该是比较好辨识。那应该是对，一定是很好辨识的。开头，开头很难。所以该不会那个蹦蹦是前奏吧？前奏有唱，有唱出来，有唱有唱蹦蹦蹦蹦蹦蹦这样子哦。啊，这感觉。是 rap 的 part， 脑袋变空白，完蛋了。2010年苏菲尔尼尔，哎，阿星，阿星，等一下，你的头发染成他颜色，对啊，阿星，这是 Superman 吗？妖精哦，有种吗？那难怪妖精有擦掉，对 ，sense 有 sense， 妖精们就知道了。但我们可能会只会以为是他单纯在讲妖精，小妖精。对，什么？什么？魏如萱？哎哎咦耶！哦哦五哦嘿，哦哦五哦五哦哦，咚咚五哦，咚咚咚，哐哐大啦啦，九啊，哦哦五哦，如果是男团的话，应该是哦五哦嘿。BTS 刚刚也出现过，就是 BTS， 没错。DNA idol 啦，讲错了 ，idol。哦哦呜哦嘿，哦哦呜哦呜哦哦哦呜哦。咚咚当当当，熊啊，有熊啊，快抢他！结束了，完蛋了，我们还在一片错愕中。对。而且这也是这一集真的难度五颗星，五颗星，超就是因为他把一些英文全部翻成中文，对，就很难。我觉得前面我第一集是一颗星的话，就循序渐进越来越难，然后这一集就是最难的一集，所以大家不要再敲完下一集了，不要再敲完了，我们练完别的啦。对，我们的比分是宝剑五分，然后星星三分，阿星一分，然后五三一刚好一个阶梯啦，对对对，你是这系列的王者，我好像是上升子王者，对，女团收割机。但女团会坚决卡住，对对，当兵太笨了。那大家有答对几题呢？可以在底下留言。那今天在宝剑跟宝星，宝星 CP， 宝星 CP， 不要再凑在一起了，不好意思。好，在两位的频道也会有合作影片，大家要记得看完之后要去都捧场一遍，好不好？好，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别忘了帮我喜欢、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发片通知。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快乐快乐